这只沙皮狗有点意思啊。你好啊，狗狗。这么着急干嘛？只要你跟我一伙，这东西迟早你的。听我说，你跟我总是被赶出浴室，只要我们组成联盟。这个还能用，垃圾要好好分类，有用的留起来。乌眼睛来捣乱，就要我们一起大扫除，小题大做。排长，这是可回收的吧？别伤害跳跳！乌眼睛，只要你放下跳跳，我允许你在浴室随地大小便。哇，排长居然牺牲这么大！别忘了，他可是人质。立刻投降，承认我们是浴室的主人，不然我们就把这水龙头。这是成功后才会赏给你的。我这里刚好也有一个。别忘了，我们是联盟。跟我联盟更好。里面好臭。我这里还有一颗狗粮，乌眼睛快进攻。是吗？乌眼睛别听他的。我们细菌最善于发现洒落在房子里的食物，嘿嘿。哇，台长的抽屉是百宝箱。这就是我平时垃圾分类收集到的。怎么样，乌眼睛？各种口味都有，连主人很久才买一次的肉罐头都有。帮我们赶走垃圾，这些都是你的。我们垃圾一定会报复的。今天教大家如何清洁水龙头上的污垢，准备一片新鲜的柠檬片，然后就是痛快的洗澡了。哇，我还洗澡不好。我敢打赌，整个浴室里所有的一切，包括顶上的吊灯、脚下的地板，主人最喜欢的是我马大嘴。为什么？你没看见主人每次坐在我身上那个舒服劲儿？根据主人昨天网购的记录，购物清单上面有一个崭新的马桶。主人要换掉马大嘴，你的分析结果和我一样。我讨厌王哥，我讨厌王哥。真的要走的时候，还是有点舍不得。你除了平常喜欢吹牛之外，还……
还很懒惰，还还常常恶作剧，怎么全是缺点？你身上好像也就只有这些。我英俊潇洒、人见人爱的马大嘴，在你们眼里居然连一个优点都没有。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原来你们都不喜欢我，反正我马上就滚蛋了。也不要太伤心了，此处不留桶，自有留桶处。既然要走了，我就向大家坦白一些事情吧。其实方脑壳身上的涂鸦是我画的。台长抽屉里的毛毛虫也是我放的。我当时分析出的唯一嫌疑人就是你。看来主人换马桶还是为民除害，大快人心。其实我也很讨厌你们，等着瞧吧，新马桶肯定比不上我。新马桶漂亮又时尚，外观色彩缤纷。我虽然只有两种颜色，但这叫经典，永不过时。新马桶非常安静，绝不会烦人。真的？喂，我很烦人吗？我真的很烦人吗？新马桶不像马大嘴那么臭，它的气味很好闻，让人心情舒畅。我的笑话没让你们心情舒畅吗？你可以让人气疯。你们都喜新厌旧，我要去找新的小伙伴。再见。不，再也不见。主人回来了。哇，真的好漂亮。果然很安静。哇，闻起来香香的，确实让人心情舒畅。瞧见没有，主人不但没想换掉我，还送我装饰品，果然最喜欢我。为了祝贺马大嘴留下，送你一件礼物。切，这不是用剩的肥皂吗？不要小看用剩的肥皂，准备一块纱布或者旧丝袜，把肥皂放进去抓紧，再放入马桶水箱内，溶解于水中的肥皂就可以清洁马桶内部。哈哈，感觉体内清爽了。